哇，日本產品好耐未用過了，因為近排成日都用韓國的護膚產品。這個就是日本美白王牌，叫做日本七日激白王。為什麼七日激白王呢？其實它的功效真的很厲害，譬如好像皮膚不均勻、顏色或者粗糙、毛孔粗大的人士都適合使用的。去黃、去斑、去印呢，簡直可以說是很有功效，真的救星來的。這一支呢是純絲製造，而且有 10%， 所以美白功效是非常之好的。啲人成日话维他命 C 是可以美白，我就答你啦。其实挑战 VC 的浓度极限，相等于咧，其实呢个精华里边系可以超浓度的，有150个柠檬，是150个柠檬啊！你话几劲啊个美白功能？搽完呢一个精华之后，我自己再会配埋呢一个黄金棒去按摩块面。咁呢一个黄金棒作用系咩咧？咁就记住留意我下一条片啦。